你们俩想上，一准上是一准上，上。你俩你们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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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
这孩子不对，巴掌撇子打两下，打两下你怎么还吵我家伙？我吵架，你们爷俩打我，有你这么当老人的吗？有吗？我就这么大，还怎么你还又是李阿爷吗？啊？你啥意思？我告诉你，刘能，我告诉你，我自个收拾你都背负你，你信不信？你吹吹吧你！少说两句。病人，你们全起来，滚出来！走，咱俩单挑。刘能，你给我，咱俩单挑，走走走。都多一边去！哎呦我去！小样的，你在前面呢，快点拿！我告诉你，等等，你先练，你整好我再来。冷静啊！啊，浑身老的面。来吧。来，哎，你起来，你来，他爹，今天咋了？啊，怎么样？我就说别跟人家动手，动啥手啊？你说你笑不笑啊？你看，那你起来，刘能，你行啊？我跟你闹笑呢，你下死手。你说这个刘能和赵四儿最后这个欢喜冤家，谁能赢呢？他们两个。嗯，这我猜不着，他俩谁能赢？但是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来过《明星传奇》，两个人在这个舞台上呢，可以说是难分高下。哎呀，你别说他们俩，就是他们的模仿者，在我面前，嗯，都打起来了，我拉都拉不开。